这不是挑垂直的吗？不是挑垂直的。挑这个干啥？这就是测那个灯上一换一下，就是测那中枢距离。我是这个不咋灵敏点。是这玩意儿吧？啊，那叫圆圆块块的。不这个。这个是对到一直测不出来这个。看到90度。好。这就是测的那个叫导电补偿那个，叫火。短了5公里左右，183，啊，这是这个数值出来的，横的这个刀尖和掰过来之后，看我这个距离，还是183。